有人说4000万是给那选总统用的，没这个事的。那是选九合一选举之前的，我去跟我们高雄地区的好朋友讲哈，当然是为了市长选举用的，怎么可能是讲到1年多以后的事情？不可能啊。不是开玩笑吧？啊，因为现在说好像只捐给他12万啊，党中央给。哦，那个是国民党的确只有12万，的确，国民党已经被清算斗争到没有钱了嘛，所以我都要每个月都去借啊，这两年来每个月都去借钱，最多的时候借到3500万，后来就逐渐几个月后就我们去商量有些党部哈。经费的确很拮据，所以就逐渐降到比如说3000万左右啊，这是我作为党的主席我应该去借款，但是我不经手。可是你之前有讲过说确实有企业有捐钱给韩市长，而且是3000到4000万。哦，没有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们从来没有讲过，哪一个人讲你要跟他找啊，找说哎，你讲说有3000万的，你找出来是哪一家？怎么可以栽到我头上来呢？我只是各县市都没有补助款啊，所以12万算挤出一点钱出来了。有些县市只有2万块，有些1万块，有些零，啊，有些是没有。陈学生今天说九合一哈，有些真是没有办法给钱，国民党已经负债很多了，哪里有办法呢？有心思想一下。已经有心结，那韩市长没有心结，金钱有心结呢？没有任何心结啊，只有廉洁没有心结啊。廉洁是什么廉洁？我们关心他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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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